是人每天都得睁开眼，拼命从梦境醒来，拼命的直面现实的人生，而我早已没有这种拼命的勇气。那种没有任何期望的未来，感觉吞噬了我的信念，就像永远争不到 ACE 的牌局，就像一直对你说不的女孩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